我特地带来这一首一首啊，这首歌蛮新的，对，周杰伦的一首新的歌曲了。这首歌曲呢啊，特别呢，我做得很适合啊，这个时候大家、啊、吃个啊桌上的美食佳肴。那我们呢用一些好听的音乐送给各位朋友，这首《告白气球》送给各位朋友，谢谢。来，轻松的歌曲呢，也希望借着朋友们的掌声，好吗？谢谢我们的 Benson。谢谢。Thank you.